金哥是配射手才给装备，我一开始是不配的射手，我一开始配的是射手吧？我配了射手以后跟我说啥？福星六刺儿，那行吧，那我寻思我来六刺儿吧，让我把金克斯装备给卸了，那我咋整啊？行，怪你，这不是怪不怪你的问题。你那么多张嘴，你想想我怎么办？你不能为我着想着想吗？说那些个屁话有什么用？不说点实际的东西。你要说那个放屁的话，哎呀，谁都能追山，非得要追刀锋。你说你这是不是放屁呢？在那儿，那金克斯都让我卖了，那安妮儿屁用都没有。你让我追那金克斯的，你让我去追安妮儿，我不追那刀锋，我那老母狙前排就打个小空子。啥都让你给说了呢，还给你厉害的，你瞅瞅。我这小法师，算了，我就站后边得了。到底是一星凯南厉害，还是二星利桑卓厉害？应该是二星的利桑卓会厉害点，我觉得。太猛了！我的大树，来一把森林大树。九森林可以玩，森林你得要铲子。九森林，九森林得要铲子，没有铲子玩不了。我这得给装备呀，不给装备打不过呀。他上来给个黄图，俺们这啥装备没有，没打过。再打死一个，关键我这装备没法合呀！你说我合啥？我没东西合，我一个腰带，一个魔抗着，加一个全套的，你说我合什么？哎，真膈应。又没赢得了，前期有点烦。
水银不好给呀，水银呐、啊，我喝可乐插个吸管，你还得说两句，你这管的那么宽呢？给我电！这凯南屁都没放出来就死了，咋这么难赢呢？火焰还是得要羁绊。拿什么呢？拿女神之泪。我每一回这小法师总是有点问题，这小法师来个大棒子吧。我现在要给大棒子给个银马，来个鬼叔，或者是给个凯南上个鬼叔，我就无敌了。但是这鬼叔给森林里边人好像没有什么能给的。这玩意儿撇了吧，不要了，升级上个塔姆。给 EZ， 那 EZ 都躲后边的了，现在也没法给呀。又来个大树，嗯，科技枪冒着，科技枪冒着蓝 buff， 维嘉科技枪冒着蓝 buff。或者要不然这把俺们养寒冰，寒冰什么装备？巨银杀手羊刀银血剑，凯南撇一手。我们已经六个森林了，森林养小胖子，小胖子科技枪，然后再来点啥龙爪，来点，反正来点科技枪，来点幼装。有没有那啥？有没有铲子给一个？我这不起飞了吗？这龙爪反甲没办法呀，那可惜是没装备呀，你是咋整啊？可惜了啊！先给你来个大棒子吧，压压惊。
大树，给我砸！把亚索杀了再砸！大树没砸出来，这俩就估计够呛了。这大树为啥没砸出来呀？哎，上个猴来，把猴杀了。这诱的一匹的同时伤害还高，你看着没有？他打不动的。哦，威朗普，威朗普，喝口水，尝尝这个白皮猴子。威朗普，哦，威朗普，31-12等于多少？迅速给我答案。嘿 Siri， 31-12等于多少？30-12等于18，是吧？算了，没升，没升吧。本来这波想升上个塔姆的。把吴亦凡锤死。漂亮！我要播种恐惧。呀，大树马上升了，大树，大树快升了。三斗是图个啥？图。图阵容强啊，不图多上个人啊，能打连胜啊，这不能一胜一败，这我这玩没法玩了，一胜一败。你们确定养努努没问题吧？我努努杀了吃不了筋，是不是得赖你们？我 A 死的，兜儿漂亮，这锅我不接，那不行，你得接，那你不能不接啊，这个锅你接定了，大剑没了，大剑没了，还有魔抗的，魔抗也没了，啊，就没，压根就没有魔抗，锁着甲吧。有努努，但是得到三，那没办法呀。哎呀，我这啥都有呢，这怎么整的？我上个塔姆是不是没用啊？我还不如再上个大树呢。我再上个大树，还能加护甲。你滚吧。我要你干嘛？我上个禁夫不香吗？我把努努放中间儿。又是刺客，靠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小胖子如果有反甲的话，我这一个小胖子打他们家五个刺客能，真的。现在也能。我这小胖子，哎呀，你多少血了，小马？小马30滴血，小马也不行啊，小马。
约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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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约
盛宴在等待。略微提一点质量。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小胖子来个科技枪，说的是呢。八营口上俩斗士，一个狼人加上个禁服就可以接受了。哎，这要有个科技枪就起飞了，真的。那很可惜呀，没有科技枪啊。不过我的小胖子即使没有科技枪，你也是不太好使的。我的小胖子依然还是锤死你，我大树重锤，太优了，200护甲，280法强，哇，这森林是有点优啊。小弟两手啊，要是啥也都递不着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我们就没招了。小弟两下，现在不着急升啊，不着急升，再来个大剑。先把银马露露给它升上去，然后我们再升级。七级开始递这个小胖子，八级升上去，然后我们上个四斗士就完事了。大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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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铲子漂亮，大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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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！森林狼，森林狼，大树，森林狼有点意思啊。再上一个斗士。再上个爱色也行，七营口上爱色，八营口上小黄毛，九营口上一个斗士，大树站中间吧，还是大树往中间站，小胖子大树都往中间靠一靠。哎，我们要科技枪啊，银马给日炎啊，日炎不给人嘛，给点别的，我就给狼人给努努都可以啊，我不着急，等一等吧，别急别急，现在先不着急给，这急什么呢，对你就刮痧嗷了。森林狼，哎呀，不敢担呐，蓝脸汉，森林狼豆子，操他妈，刚才不有个胃吗？真头痛。我递个狼人出来吧，要不。随便上一个，亏一块钱这么地儿。
不用上法师，这都挂件儿，这都没用。大树努努跟狼人这属于，努努护甲250。哎呦我大树一个重锤打了1500，打了1500。小黄毛子，小黄毛子固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大剑还是特别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大剑，我们就小黄毛子吧。求你们了，别拿大剑了，我操了。进夫也行啊，哎呀，快让我出去，我再拿个锁着甲，两反甲。怎么样，两反甲行不行？给狼人来个反甲。你们说我们是地还是生？地吧。生也没啥生的，九森林呢？你要生小胖子可能就删不了了，就不一定能删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他删不删好像意义也不是很大了，他也没有科技枪，我也养不了他了。厄斐琉斯，厄斐琉斯非常的难过，我也非常的难过。狼人跑得真慢呢，小法换下来啊，升到八在地也行。九森林好像提升不小啊，千万别轮到让我给小胖子上鬼叔的这种局面，行不行？千万别给我整成这种局面，求你们了。大树 Q 什么玩意儿呢？大树，你个瑞文又能成多少气候？真的是，又能成多少气候？这大树才35点护甲呀，好少啊，刚一上来好像是很脆的，必须得叠满才猛。大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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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魔抗已经，魔抗已经，大剑已经，大剑魔抗啊，两个选择，一给狼人，二给小胖子法宝，法宝啊，鬼叔，鬼叔肯定不好用，伏击之爪也不好用。哎，给狼人呢？给狼人吧，万一这小。等会儿我看看你们的表现啊，
等一会儿啊，我看你们俩的表现，好吧，你们俩给我好好表现，我看谁表现的好啊。收到了，收到了，啊，狼人就给我撤退，好吧。哎呀，这把这小胖子没有那啥呀，没有科技枪确实太难受了。有，哎，有个科技枪都活了，真的，这法爆屁用没有。有个科技枪就好了。等两回合血那么多，等两回合血就不多了。选秀有科技枪，我们也拿不着。我这第二名拿个屁呀！他不能让我拿。哎呦哇，这狼人，你看看人家这狼人，你再瞅瞅俺们家这狼人，683，简直了，真的简直了，全是天神呢，我天哪，天神也太猛了这把。我这也没啥拿的，拿着呢。拿个巨杀是不行啊，给寒冰，我拿个天神，我咋没拿天神呢，我真是个傻逼。哎呀我操，我用天神啊，原来，哎呀，悔恨呐，兄弟们，简直是傻逼。给个小黄毛起飞了，把这个地道三，把这个地道二，这俩其实无所谓，露露能升就升吧，小法师不升了，小法师在我们这阵容里边没有用。下四豆子我也想下呀，但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小黄毛吗，我这怎么下呀，不会吧，小法师不会要升三了吧，我不想升啊，我靠，请问狼人在哪里，狼人，小法师要是想升就给他升了吧，没事，三星小法师打1200呢，没有主力三星啊，对呀，现在是缺少三星的英雄，然后我们需要小黄毛，哎，刚拿个天神转职不起飞了吗，你这狼人又让人给吃了，
小黄毛、水银。水银狼人，你还能生了不？我操了！我回回拿你都一星，我八人口了，你到底还能不能生了？有点过分了啊！真的，我每回拿着狼人全是一星，我回回拿回回一星，根本就不让人玩。太刺激了，真刺激呀！这全要升啊，这不是怎么这么能升呢？你们。世界名画，给我在这画画呢，是不是？跟我在这画图呢。哦，这狼人不是狼人呐，这猎人。九森林有点扛不住这猎人呢，这猎人可有点猛啊！哎呀，可来一个呀！我让他们先打大树吧，这玩意儿能放这儿。这位置没毛病。这咋办呢？这哪个要生啊？到底呀、啊？给个信儿行不行啊？你们到底是谁要生？该给我来一个，其他我就撇了，行不行？哇，森林狼起作用了！森林狼，他还有69滴血。完了，我操！我们双击了，刚才没有要的英雄吧？小法不要了，还行，这狼人终于是给点劲儿了，也行吧。小法师撇了呢，我追这两个，我追露露跟努努，给个自然之力吧，我还能上个斗士。法师羁绊有用没？没用。拿这个吧，这正好能给件装备，还没用。不要这世界名画了，快给我来一个吧！我第一个怒怒、努努跟露露、努努跟露露，哎呦我操，努努、露露、努努。
真是相当佛了呀，这。唰！能打过不？这还可以，二打一。这小黄毛太猛了，黄毛，努努、露露、努努、努努跟露露，这边打这个吧。这样上行，其实我们先让这瞎子给他瞎子给他控一手，给他瞎子控一手，在这儿吧，把他瞎子的蓝给他捡一手，先别让瞎子这个打出来啊就行了。别让瞎子踢出来，然后瞎子死就好办了。小黄毛的来一个大射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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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家狼人死了，给大漂亮。嗯，好像干不过呀，这露露270，露露你打这几个没有虚区的人完犊子，努鲁露露随便来一个，不用了，拿下兄弟们，我拿下了，你们随意了，也该来了，是时候了，真的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这再不来这就有点过分了，这该来了。人马拿着，拿它干哈？不拿不拿不拿，升星，这给你。我们得干这第二名，我看看这一楼的泰隆，泰隆左下角来没事，可以让他来。我们得升级了，人马肯定是升不上去了，干这家的话。这么个站位其实还可以接受啊，哎，这狼人整个水银挺好啊，哦，我给上的呀，那行，哎呦我操，这猎人伤害太高了，我们如果这平推推进去就能赢，这猎人上来直接一波就给我直接全秒，他俩必死一个，让他死得了，兄弟。来死！我们打最后这个哥们儿啊，我们打最后这哥们儿。嗯，这升级应该是升不上去了，他两回合死，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他换瞎子了。我让他瞎子打我的狼人，我的狼人有水银，我让他瞎子踹我狼人行，刀锋先晕，把大树烟给踹出去了，把瞎子杀了，哎，最后一轮差一轮啊，地小法师吧，地小黄毛，万一一下给我来五六个小黄毛，这都不一定，升不上去了，咱俩就一回合，谁能赢谁就赢，赢不了就拉倒，
我觉得还是放右边吧，他左边有刀锋。对，让他踢我这狼人，上来踢狼人，狼人不掉血，狼人有水银，甩大。呜、哦！萨摩干拉，拿下！最终，我们九森林之森林狼拿下了这一把。他九个人口，他啥玩意儿？他这种阵容属于是恶心人的阵容，你知道吧？他这没有什么虚区的，他虚。